那种淡一点的妆。可是 ，Hello， 今天的狗狗超跑可爱，谢谢。很讨厌，跟你们说，我还没有把它弄乱哦。不过我垃圾有点多，就是我每次化妆都会用到一堆卫生纸。Hello， 黑流星，晚安 ，James 亮，晚安。你们今天好吗？不好看，我觉得我哪里长得怪怪的，怎么会这样？就是我妆太淡的关系，我自己看不习惯。我等一下架脚架，等我一下，先收一下我的桌子，给你们看我的可爱的。啊，好痛！啊！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我今天一直受伤，啊，好痛哦。那好像没事。我今天在洗澡的时候撞到果果的线洞了，炒菜的是果爸，对呀，炒菜的是爸爸。哦，好痛哦！猫狗大战开，他们没开打，后来有啦，有小小的打了一下 ，Tiger 就跑走了。我今天撞到一个超大的、超级大一片的那个，在这边，在这个在这什么盆骨平盆骨这边，超级痛！我有一天没来，你一定不知道，昨天吗？不是昨天，我昨天没开，我上一次播的时候嘛，我以为你又不要开，对不起，我刚刚化妆化有点久。不是，好，对不起，我不找借口，我错了。晚上好，姚思源，小白兔，乖乖，晚上好。我今天在洗澡的时候，对，我刚刚在洗澡的时候，我在压那个，因为我们的那个压的放在地上，我就要压它，压那个罐罐，然后。我就往上，我就站起来之后，我撞到那个水龙头，然后这边一根肉被削掉，超级痛的 ，Oh my god！ 我直接在厕所生气，超级痛的，真的，可以给我呼呼吗？一个对，没错，皮啦，皮被削掉。我竟然笑，好坏哦！哎，这怎么动啊？哎，我平常是怎么放的？这样，就会。什么屁跟肉差很多？皮跟肉，哎，我真的是肉被削掉一块，好不好？好了，皮被削掉一块，它就一块，然后而且我还看到我里面的皮肤，哎，就是白色的，然后没过多久就，而且就是那时候还在洗澡中途，艾瑞克晚安，念念晚安，我还在洗澡，洗到一半呢，然后呢，我就看着那个。我的白色里面哦，好像是皮被削掉，看到里面的白色的肉，然后呢，我就洗澡，我还洗到一半呢，我就很想哭，因为我知道等一下碰到水一定会超痛，然后，没错，真的超痛。啊，有擦药吗？想到就痛，没有擦药，擦药很痛，不敢擦药。晚安，阿翔，我要去拿我的晚餐，我今天吃小笨蛋皮层之类的，那个我先去拿，对。等一下，等一下，我走了会看到很乱的地方吗？好像有点乱。
的乱，什么？你怎么没有一天能让我们放在这么迷糊？地狱国是什么？是地狱国还是地狱国？万已经见怪不怪。你们看得出来我剪刘海的吗？我刚洗完澡的时候自己剪的。我自从这一次剪了刘海之后，我很少自己剪刘海，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剪坏，所以没错，我又剪坏了，我把我旁边这边那个剪掉了，不过还好，没什么大碍，觉得这次剪的还不错。因为我这次剪完刘海之后，我就是不敢自己剪了嘛，然后我每次都去给别人剪，但是我又觉得好浪费钱，所以我就自己剪。只好我帮你掐腰了啊！会被出镜哦。我要没上刘海，我也想剪，但是应该是等表演完才剪。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很不适合没上，因为我脸太长。嘿嘿 ，Hello， 啾啾晚安，明晶晚安，还不错，只要有洗头，至少都有80分。那没洗头。我想去拿汤匙，麻烦你们再稍等我一下，我很快。反正第一次才3个月，很久哎，没有洗头就给很低耶。那我没洗头的话呢？我那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哦，没事，就是我有时候去公司，我不都会坐计程车嘛，但是我最近很认真在实施省钱计划。Hello， 团长晚安。为什么我看到后面的床里面感觉没有？我刚刚才没洗头，91分。为什么没洗头比较高分？草莓酱晚安，季风亮晚安。屁股受伤会影响？不会不会。你上次说丢彩带位置会变是死，没有，是这一次就会，这次就变了。楚雄晚安，鲑鱼晚安。讲到鲑鱼，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国鲑鱼。没有啦，我没有去改名，大家不要紧张。但是我就很想要改国鲑鱼，不觉得其实还蛮好听的吗？大家好，我是国鲑鱼，还不错吧？肯定是我今天的腮红没有打很重，所以看起来不好看。刷刷呢？嘿，我在刷刷呢，我刚刚放去哪里？想到彩带我就那是第一次表演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的正对我的就是我就是看着你，然后我也看到你了，我要丢彩带的时候你说不要不要，怎么会这样？你改国鲑鱼，我就冒着出境3个月的风险跟你吃寿司。所以是只要是同一个就是鲑鱼这个名字，然后跟你去吃的人也都可以免钱吗？还是要草莓酱是吃鲑鱼免钱呢？这次就会改，那你跑去哪了？我不能说呀。你这不是变想要他不洗头？你好，国鲑鱼。万一有机会，我一定会伸手。好的，好的，应该不能预先，不能，因为怕你们会想要换位置，这样子会有点混乱，会有点不太好这样。我想要腮红耶，可是我找不到，在这。比较没对啊，不然提个。不可以。我跟你们说 ，Tiger 喜欢吃。那个也 ，Tiger 超喜欢吃，我想要点一道国鲑鱼。Tiger 很喜欢吃鸡肉，然后他不喜欢吃鱼。我跟你们说，我买了那个小鱼干给他吃，结果他都不吃他都很喜欢去抢那个 Bruno 的那个肉干，就是鸡肉干。Tiger，
谢谢舅舅的温手礼，我不要求他多，只要求国贵从我面前逆游过去就好了。我还看到姐姐在那个啊啊，不行，不再调皮了哈，下来，太低级人，不是，我是美，我先去洗澡，有时间。好的，你怎么跟大健一样发洗澡卡去了？那希望你等一下会回来，等等见。其实生猫不一定喜欢吃鱼，据说是大家被误导。哦，是这样子吗？真的假的？所以那猫咪喜欢喝牛奶吗？哎呀，对不起，我好饿，让我吃个鱼头。我也要吃，真的假的？你不是说你洗好了吗？狗狗不是不能吃鸡骨头吗？哦，所以这是，那喜欢喝牛奶呢？我有说吗？你没有说啦，但是我猜你洗好了，对吧？雷姐姐在家，猫只能喝哦。上周六公司春酒，所以没到。没关系，没事没事。好痒啊！我还以为是你在说直播呢。虽然我喜欢果果，但不代表高的女生我都喜啊！怎么突然被撩到了？晚上好，有个猫猫很豪迈的坐在后面，洗澡卡大姐。你偷看我洗澡，上次握手的时候就偷偷塞了一个那个监视器在你身上啊。谢谢。我很想带 Tiger 去给不能洗澡的地方洗澡，但是他们是比较细心的店家，说不太洗猫猫，因为有些猫猫没有被洗过会怕，他们不太敢洗，怕猫猫出事，而且怕他们自己被抓。但是就好想给他们洗，因为波波每次洗完都好香，所以你要嫁给我了。果果的超级认知，一定会有机会的，等你来。我脸好痒啊，怎么会这样？感觉到这边是毛。哎，我还没跟你们讲完我刚刚要说的故事，就是我说有时候星期日我会坐在你的左手边哦，左手边。好的，哎，你跟那个团宝宝坐同样的地方哎。是吗？他还没来，等一下问他好了。我记得他有说过，他什么 Q 哦，是 Q 吗 ？Q 是左边对吗？耶！而且我好开心哦，感觉有一点点小进步，就是第一次公演的时候都看不到我的珊珊或者是干嘛的，但是现在啊，我还没等一下，就是但是现在就是表演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右边、左边跟中间都有我的珊珊，我就好开心哦。可是每次这样就感觉会很，就是不知道要看哪边，因为之前可能是我的粉丝都在右边啊，或者是中间之类的，然后呢就会比较好跟他们挥手。但是每次会哎要去左边挥手，也要去右边跟你们说嗨。好，我要说，就是我去公司的时候，我都会搭计程车，不是吗？因为。我每次都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出门，就是快迟到才出门，但我没有迟到，我都会赶到。然后我最近就走路去，就我发现我走路去超快，真的超快。然后对，所以呢我就再也没有坐过计程车去。我最近很认真在实施我要当就是我要好好存，我要好好存钱，不要乱花钱。
这样到公司就腿长走路超快。安安樱桃猫安安，艾瑞克也是 Q。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也需要走路，就是我真的发现我真的超懒的。我自从走路之后，我才发现，天啊，我平常根本除了跳舞之外没什么在动哎。所以我们要好好，但还可以训练，就是自己，就是以后不要，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要不然试着骑脚踏车。我也想，但是我走过去骑 U bike 的地方，其实已经就是公司，就是我们家。然后那个脚踏车大概在中间吧，所以我就想说那是算了，而且公司那边也没有可以停车的地方，废骨。可以买电动滑板，我很想要买那个没有上面扶的，就是下面两个人这样的那个。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之前看到有人在路上要那个，我就觉得我也要想要哦。正好习惯路上，我以后驾照也很不错哎。可是我觉得坐计程车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会认路，然后对，好没了，到处乱飘。Hello 团长 ，Hello 玉安，等一下你是按到那个吗？你是按那个吗？还是你是打了到处乱飘？电动滑板 不便宜吗？他是要请你到晚上好。电动滑板价钱大概是多少？我会摔倒，我平衡感很好。谢谢吉米教的我看速度，只能在公园，真的假的？你继续在这里。哦，不会动。我想给你们看我拍一个这个，你看第一个，你看第一个超可爱的。上路背景，可是我看过我看过他们上路就是没有那一根，就只有两颗，就是很像滑板，是电动的，然后两颗，就只有两颗轮子，没有上面那一根杠杠。理论上，电动滑板车是不能上路，路上跑的都是在堵警察，可是警察，好吧，我也不知道。合法上路的只有脚踏车，所以不管是任何那个呢，小时候在公园骑的那种滑板车呢，应该是，我也这样觉得，感觉他们就是比较那，就是好吧，没事，不敢乱讲话，我有疑问，那可以去检举他们吗？
它最好。还有柠檬，我都不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可能就是我又在问愚蠢的问题了。搅黄哦，不要电动。就是拍照也没车，我以后您够壮吗？我会被队长面面背。嗯，为什么？我最怕的移动三宝，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检举很没有水准，就是说，哦，是因为。就是他们就说什么很我很之前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说什么、哦、那些检举人最好都什么我可以讲什么下地狱之类的都不滑板车那运动那滑板呢滑板可是我觉得就是某方面来说不是他们违规才要被检举的嘛？为什么他没有那么生气啊？我也觉得有些检举的很没有水准。对啊，对啊，为什么、啊？是因为我不理解，可能我没有被检举过，所以不理解。以后被检举了就会生气。是觉得说为什么没事要去检举人家之类的吗？Hello， 团安宝宝，滑板这个很微妙，就是滑板基本上比较没有人。谢谢告白气球。看看艾瑞克，嗯，艾瑞克，你说你这一次是 Q 牌，你会来哦？突然想到，哎，不过脚踏车是最稳的，这个也是哦。团。艾瑞克跟我说，他也做 Q 牌耶。那你可以举三个啊。检举，嗯。检举的阿斯巴德乱检举深受其害。艾瑞克二月公演，二月上个月好像是。正好拼新炮组合，没事没事，你这次不是说要去陪家人？孔雀。我怕你突然要结果是死鱼，哦，谢谢，很快就能，没错，他正好面对果果太爽，面对我，二月，他不是也是坐左边吗？也麻烦，好的，没有问题，然后有血味。检举而检举的最好被抓出来。对啊，为什么啊？是因为不应该检举吗？还是为什么？真的是哦哦，对啊，会很觉得很心情很讨人厌。艾瑞克不是有接到彩带吗？是上一次吗？不是二月的时候吧？还是我记错？二月我接到你彩带，哦，那是二月的事哦。我以为是上次哎、欸，是二月吗？不是二月吧？啊，你坐在后排对不对？就是不是有两排吗？你坐在后面那一排的是吗？上次是德全，这么近哦。上次是德全不是更久之前吗？对不起，我记错了，嗯、啊，我有点，我有时候会那个，就是每次公演的那个都会混在一起那个记忆。Hello， 加速。
二月是爱哦，对啊，我坐哪一道？对对对对对，你坐后排那个那哦，那是上次的，不是玫瑰贵，而是有些剪你根本不影响别人眼尖。哦哦，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小小的，就是没有影响到别人也被检举，那这样子又就有点讨厌。但那种乱丢烟蒂之类的被检举，应该是就是活该吧。Hello， 欢迎战士，这是欢迎战士，对，是欢迎战士。Hello， 阿哲，都剪好，结果忘了带出门了。不对，修哲哥。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我昨天晚上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上山了，辛苦了。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那个人说，谢谢丹姐，就是他说人没有办法，连就是吞超过2到3口。好像是单，就是空吞，就是这样，就是空吞东西没有超过3口。他说什么，就是自己体身体机能还是什么的，说怕你噎死还是干嘛，就不让你吞超过3口。然后我昨天就一直试，我试了，哎，就是你知道吗，真的吞不下去会被呛到，哎，真的是不知道会肌肉震动。对啊，然后我就一直试，快点，你们快点试，超级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我每次看我自己的回放，你也太什么意思？因人而异。我看到有成果了，给我讲的，这个不一定好不好？有些人可以呀、啊。我刚刚要说什么？我说我每次看我自己回放的时候，我都一直拨头发，我觉得我自己好讨人厌，但是这是一个习惯动作。我也想要试这个东西，就是好，我吞，好愚蠢呢、哦，还是算了。藕包还是要有一点的、啊，我是说舔手，我舔不到，我手比较长。还有，哎，我给你们看一个我原本要发的，就是发在那个 AKB 的那个 TikTok 上面，但是好像没被发到。要不要看吗？可是我觉得我有点丑，还是算了。我就舔得到，是舔自己的，你搞错了，是舔自己的。Hello， 田中豆粒王，晚上好。为什么我最近直播的时候，他都会有写说系统通知主播？主播端网络连线不稳定，造成影像短暂卡顿，然后不给看。
不要轻易放下，放下藕包，浪在，嗯，这好好笑哦。在剧组的成员好像欧包和还是我给你们看一下，但我觉得我跳得很丑，其实我们看不懂为什么，我看到我的表妹，算了，还是不要给你看啊！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对不起。其实我有点不敢给你们看。我本身是跳的不好，所以看不太清楚呀，我没有欺负你们，有点害羞给你们看就是。晚上好，我在吃晚餐。我觉得可以发现，我觉得很丑哎，很好笑。怎么样？怎么样？对啊，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个周谷安的，
T 哥刚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他的叫声，觉得他的叫声很可爱。但现在我已经听腻，已经不觉得，就是已经不觉得他叫的时候很可爱了。人家睡觉不吵你了，想说让 Tiger 跳跳舞。你有没有发觉到 Bruno 在你身后？他不是 Bruno， 他是 Tiger。你讲错了 ，Tiger 盯起他猫。对啊，他没什么反应。猫把我家的哦是这个意思啊。我还是很爱 Bruno 的，好不好？有时候妈妈不在家，她都会跑来我的床上。而且他最近很喜欢跟我一起睡在被窝里面，超可爱。星期四孩子乔治是你好。让我吃一下东西。我也要。他平常不喜欢睡，但是他最近很喜欢。就是睡在被窝里面的，因为昨天我化妆，然后去练舞，然后他就在这个被窝里面。然后呢，我就这样，我化完妆之后，我要去我的那边拿东西，然后我就想，我就翻了一圈，要拿好的东西，结果呢，我就发现我压到他，而且重点是我压到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叫，他就是刚睡醒了，看着我。你看他在我的肩膀上面 Tiger 什么呢 Tiger 你为什么不给我剪指甲，你为什么不给我剪指甲？ Tiger 干得好啊，因为他每天都在睡觉，每次都很怕他会无聊。因为你要剪，我不会，我只有剪过那么一次，就刚养他的时候，对吧？对吧，七哥？你不起来呀、啊。
请起来啊，你可以起来吗？我去后面。Put my headlights off and sit outside. If you climb my car, we're heading home. Hello, 佳作，晚上好。他是帅猫还是妮美哈 ？Tiger 是帅猫啊！谢谢耳机奖的小浪花，被压了也没感觉，才不是。来，东卷，晚上好。I'm my power, pushy power.前几天在网上面看到说什么最近的什么 AirPods 在什么促销吗还是什么，然后说才卖2000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组是什么意思？贵了吗？可惜没发送，没发送。一组是就是哦，就是一颗这样是吗？晚安家住。哎呀，小勇，我要教给你们什么？我每次看梗图都觉得很好笑。我刚刚要说什么？忘记。好啦好啦，看崩虫更好笑。放心，好的好的。不是啊，一组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化妆品一组，该组是化妆品师员，不爱我。最近好热，不是你那一组听起来像什么吗？很像这种我们买的那种口红啊，然后还有一组口红，一组口红大概里面有10支，然后是一组这样子。那一组 AirPod 可能是有2个 AirPod 在一组里面，那就不能送你。耶噗，那你拿给思源。你知道这次我要送狗狗的，原本要送你，但是狗狗说他要。我开玩笑的，我已经有了。跟思源抢礼物。
我的香蕉不要给你们喝，叮当。好像没变。大家在陪我吃晚餐，晚餐。I may be single, but at least I can dress.走路才是拿手菜的意思吗？好像没，爸爸有很多道拿手菜，爸爸超会煮菜的。而且我没有跟你讲，他们讲一件事，等我一下，先让我吃几口。根本不敢做那个葱辣椒，你们记不记得我有一次在直播跟你们讲葱辣椒怎么做，就是那样子做。就是我切的，爸爸一直说你切的怎么那么大一个啊？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了，食物都冷了，那个是要先做好放在冰箱里面的。我想起来我要讲什么，就是我一直以为男生是男生要下厨，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一直以为下厨是男生的工作，因为从小都是看爸爸煮晚餐啊，就是做菜。快叫果果做的菜，听说会做菜的偶像能抓住一堆。我会做啊，但是你们就不相信我，而且我做的东西都很好吃，只是我看起来比较可怕而已。但是我真的会做菜，我也没有把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有烧东西过的。所以以后我做菜你去修车，我真的，你那是直到我长大之后大概这几年吧，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是女生要煮菜。我爸爸在煮菜的，然后那天在跟爸爸做葱辣椒的时候，我就跟爸爸讲这件事，他就大笑，他笑超久的，很羞耻。你看那个笨蛋要跑去被窝里面，然后他出来了。
我不信。不信什么？看他们相不相信。哦哦哦，我会，我真的会。下去做给你们看。可是你们都吃不到，我喜欢柔心的文学里血毒云还要煮过粥给我妈咪吃。持续获胜中，最后在全家方面的桌子银针，我怎么用银针测试什么意思？哦，没有那么可怕。我会做的菜的，那个我会做的东西不多，但我真的会做，而且我还有做，我还有做过咖喱饭。虽然咖喱饭很简单的，比较会变很对古古早年代。舅舅，你洗澡回来了呀？我刚刚吃完晚餐了，给你们看，很棒吧？我也回来哟，谢谢你回来了，我很贤惠。可以煎蛋啊！可是我最近在，我最近在尝试煮温泉蛋，因为我每次想要买温泉蛋，结果我还想说我自己做好了，可是我都不会。我每次都先滚完水。就是水滚了之后关火，喝饮料有点为什么？我刚刚怎么样了？我不知道。然后这辣油太厉害了，我把这的辣油超级好吃，你们也可以自己做啊。切葱，切辣椒，然后呢，你抓那个盐的量，你就撒盐，然后呢，等它水分就是被逼出来一点之后，就去热油，油热好了之后就把那个倒下去，完成，超好吃。我刚刚说什么？我的温泉蛋啦，蔡果果应该是有办，房子我们还是自己，我也会收房子，我真的会收房子，只是我很少收而已。我还没有讲我的温泉蛋的故事。就是呢，我没有做成功，我做的都是快熟了，你知道吗？就是差不多熟了，就是水煮蛋，
可能那个蛋黄还有一点点那个半块，75度15分钟。可是我怎么知道75分钟？75度不是问题，问题在频率。Hello， 小贤。我的发源地发作。后来你有负罪给好坏？没有，他们两个很开心的吃了宵夜。我要在瓦斯炉能调温度，最好是啦。嗨，小曼呀，握手第一次碰面，请多多指教。有电子的加热器用水，那我假如说90度的话呢？100度，因为我们家有那个饮水机，它通常都是99度跟100度。又有宵夜，拜托。啊，如果可以怎么办？没有这种东西，好不好？你骗我，就连那个电磁炉也没有办法。可以换算一下，所以大概13分钟。哎，那我等一下要去做，但是我好像已经做完了，就是我已经把我们的蛋全都没有了。我前几天每天晚上都吃大概2颗蛋吧，因为我真的想要做出一颗好吃的温泉蛋。What if I, what if I？100度的水大概要闷多久？闷大概调到75度那么？真的可以调？我是烤箱吧？还是你是说微波炉？哪有火能调温度的啊？我是只有调大小而已嘛，所以你知道大小是多几多温？电磁炉瓦斯，真的可以哦。啊，可是你要怎么知道你那个？假如说你说用75度的那个去煮，然后，那假如说它煮一煮超过75呢？累了，吃饱想睡觉，怎么会这么猪啊？不行，不要问我没在下厨的。好的，你根本就是。对啊，吃饱有点想睡觉。我要去坐在床上。我最近在看一部那个吃饱睡睡不吃。我最近在看一个那个叫什么？每个人吃饱都会想睡觉。你有盖子的金属盒子，像以前有，我有。肉扬起来，哎，它坏掉。我想要调脚架，它不给我用。好吧，对不起，我不再抓你们了，就这样吧。装满水100度，焖8分钟。所以焖8分钟就可以了哟，真的吗？那我等等去试，我试好了再告诉。不是等一下 ，Oh my god，
就是我等我买了，等我买蛋蛋回来，因为现在家里没蛋蛋了。8到10分钟，好期待！我想做，希望可以成功。因为我都是滚，就是很烫的水，然后大概焖个5分钟。可是5分钟它是蛋白粘在蛋壳上面，然后里面又没有熟。一起睡，我的睡觉时间到了，买蛋蛋好痛，不是那个蛋蛋，是那个蛋蛋。都是你妈妈。没他那个放吧。Hello， 空空。怎么办？我好懒哦！我怎么这么懒呢、啊？哦，我刚刚要说什么，我又忘记了。我想一下，我刚刚想跟你们分享什么事情。要装在有盖子的焖才。我也有，就是那个，我是用那个叫什么锅子去烫那个水。就是去烧那个水，然后呢，烧好之后我就焖着3分钟。我忙一下，好的哟，辛苦了。起锅后，我是想要那种温泉蛋诶、欸，我都把水煮开到100度，然后去 Seven 买温泉蛋放进去。那请问你那个水煮是干嘛用的？我的温泉蛋是那种哎，连蛋白都没有熟，但是白白的那样子，不是溏心蛋哎、欸，是温泉蛋哎、欸。水果呢再放蛋，关火焖8分钟。好的，那假如说，哦好。我试好了再跟你分享。蛋白都没熟啊，就是那种吃拉面的时候会有的温泉蛋，还是吃什么、啊？吃冻饭，不是冻饭，那个是生的蛋，给你们看，然后就等个泡冷水。那泡冷水是不是还要再等个5分钟之类的呀？我找照片给你们看。能播就 OK， 不用等、嗯。我想要做的是这个温泉蛋，咕溜咕溜的温泉蛋。这种温泉蛋，我只要能吃就是好蛋。如果我也想哦，因为我去网络上查，他还说什么、哦、要泡在冷水5分钟之类的。酥肥鸡是什么？我们家没有酥肥鸡，只有电锅跟微波炉。知道，就是说这个啊，那我要去试试看，谢谢。哎，好期待哦！我超想吃，因为那个之前在新加坡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吗？卡亚面包，就是那种他们的早餐。都会配一颗温泉蛋，然后就可以加酱油给你的胡椒吃，超好吃的。嗯，我想闲下就去买蛋蛋吃做。溏心蛋3分钟、4分钟、5分钟、6分钟、10分钟、9分钟。然后我今天早上喝了一个8号就到期的牛奶，
我就喝一喝，问姐姐说过期十天的牛奶还可以喝吗？姐姐就说不要啦，你喝，我已经看到它过期三天，我就不敢喝了，你现在过这么久了。然后呢，我就喝一喝，就自己心虚，就不敢喝了。可是 喝起来又没有坏掉的味道。Hello， 玉安，晚上好。所以牛奶过期十天是可以喝的吗？感觉还不错喝啊，坏掉，它真的没有坏掉，相信我，它一直冰着就不会坏掉啊。怎么会坏掉呢？喝起来没有坏掉的味道，但就是我喝，就是我喝的时候我没有。嗨，鸡哥，怎么呢？喂奶。过期不会坏的牛奶，过来，你是谁？过期一两天还行。对啊，好了，我必须承认，我喝它的时候有一种，就是有一个那个 cheese 的味道。不要乱喝东西，求你。好了，后来我就不敢了，因为我就是先喝，然后喝了想说，跟我平常喝到的牛奶味道不太一样，然后那我就觉得怪怪的。就是有个 cheese 的味道，然后我就看十八号，然后可是喝起来又没有酸酸的，我就问姐姐说，八号的牛奶现在还可以喝吗？有这么随便？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常被爸爸洗脑，他都会说那个标示上面都是骗，都是一个那个。大概时间安全期的还是什么的，一个月的牛奶喝起来长，喝起来是什么味道？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件有点胎哥的事情？但不是我发生的。哎，我不要讲是谁发生的就好了，对吧？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个人之前买了一杯阿华田牛奶。Hello，你找不到地方睡觉，因为看那个笨猫猫。你不要倒下来。有点臭掉的油。最好过期十天，应该就会那个了吧？奶奶，你睡觉。就是我身边有一个人买了一杯阿华田牛奶，然后他就摆在那边，我好像放到隔天忘记丢掉还是怎么样，他隔天又再点了一杯，不知道是阿华田牛奶还是饮料，反正他有两杯，好像就放在同一个，就是因为另外一杯忘记，好像是忘记丢掉吧，还是干嘛的，反正就放在同个地方之类的。然后呢，他就不小心喝到那个过期的阿华田牛奶，超可怕的，我没办法想象喝到那个的味道。一天而已，可是似乎好像又不是一天，好像是好多天，就是那个东西已经浮上来了。他又不小心喝到一口，哦天啊，突然闻到那个味道，好可怕哦！我突然闻到那个，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认真听我说，就是麦当劳的玉米浓汤喝完，请尽量就是非常快速的丢掉，不要摆个，就是真的就是不要摆。我好像有一次我喝玉米汤，然后呢我就一直没有丢掉，然后。
我才放了一个晚上而已，还是放了。哦，不是，不是，我想起来了，超可怕的，因为那时候我就点了外那个麦当当，然后我就在客厅吃，然后吃完之后我就收一收垃圾丢掉，然后我的玉米汤就忘记就放在那边，然后放在那边好多天之后，我才看到那个玉米浓汤，我就说啊，忘记丢掉，然后呢我就去丢掉，结果那个味道真的是，我到现在都还忘不掉，超级重的味道，超重，这是我史上丢过最臭酸掉的，就是坏掉的东西，超臭的。你是不是就放在房间，没有放在客厅？现在要说对对对，会酸掉吧？其实酒是你，玉米浓汤是我，但是阿华田不是我。可能要讲金拱门酸掉了啊，超可怕，那味道真的是 ，Oh my god， 一辈子忘无法忘掉。你看有一个猫猫坐在，啊，不小心给你们看到，不然我放在这边好了。我想要拍到我的小猫猫，猫猫，至少会坏掉，比刚才的牛奶好。被打了，对啊，怎么会这样啊？那个麦当劳，麦当当，放那么多天才想丢，不是，是我放在客厅桌上，我真的忘记，我放了很多天呢、欸，我是真的忘记，真的我放超多天的，因为我好像就是没有再去看电视还是干嘛的吧。你们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吗？虽然喝起，哎呀！你要去哪里？我吃东西基本不可能剩，真的哟，那很好哦，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我有时候真的就是眼睛饿，我现在很认真在改，就是我现在不会点很多东西。可是我以前真的就是眼睛饿。Sit down。那假如说你点两个便当，你也吃得完吗？你矮了个屁啊！喝过期十天牛奶，不是啊？好吧，当然，我也好希望我就是有这么，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吃任何我想吃的东西。而且我前几天就是因为我很容易头痛，我好像有偏头痛的样子，我就去查。他都说不太能吃巧克力，然后可是我有时候就是不能吃巧克力，然后我有时候想吃巧克力的时候，就是不要太常吃啦，所以有时候想到想吃巧克力，但就是不能吃，又很爱吃巧克力。嗯，你该怎么了？然后我刚刚就是有时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时候头痛到没有办法。我今天到快十点或十点，有时候我会头痛痛到就是什么眼睛没有办法对焦，然后
我有时候我之前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毛病，今天发型真的真可以，好乌鸦。好，我问你继续。你要去洗澡了吗？不对，你要下线了吗？下线。就是我刚刚说到哪里啊？就是会，你知道那个眼睛会突然没办法对焦，就是会突然，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感觉。然后后来我去查，就是偏头痛，又是想要查要怎么缓解之类的，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十点才要去追剧，是电视剧吗？我最近在看一部那个好好看的，就是新的那。新的在那个 N 开头的那个可以，这比较麻烦。对啊，真的很麻烦。哦，是就是，好，不知道讲什么忘记了。然后他这是在讲那个 Lupin 保生罗平吗？他叫保生罗平吗 ？Net NHK 不是，头痛问题绿箭利益不行啊！是我太常头痛，不能每次头痛都吃呀。牙生罗平啊，对对对对对，最近他们出了一个影集，超级好看，确定十点关，差不多，差不多十点左右。十点前后，你们知道亚森罗平吗？我觉得那个影集真的超好看，大家快点去看！你们答应我，你们答应我，你们会去看《保生大帝罗平》，不是是亚森罗平，很好看，真的很好看，《保生罗平》那个作者听了你这样。不是，因为他那部剧他的男主角的名字叫做保罗生平，应该是吧，不可以好，只可以钱，不可以，嗯，通常都是会大概十点后左右压身啦。不是不是，他真的他的名字他的话就是他是在讲亚森罗平这个人，但是他是以现代的手法来拍，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是看了亚森罗平的小说，然后他就模仿他吗？还是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爸爸跟我说那是亚森罗平的，就是。重拍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怎么办？不太会解释，还给我那个感动啊！还有刚刚很努力带入你讲的感觉，还我什么感动？结果你一讲保生罗平，哎，我前面在讲什么？你说那个很感动。新世纪，对对对对对，就是类似，你真的很好看，答应我要去看，拜托。可是你们可能不太喜欢，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动悬疑、动作、科幻，好吧，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类型，考虑给我去看。而且我最近不是跟你们说我在追动漫吗？我很喜欢那个诶，《约定的梦幻岛》那首歌，怎么唱他们的片头？思い出した、思い出し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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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爱食药，因为你很白目啊。梦幻岛不错啊，我也觉得很好看，
但是请你们去看岛森罗平，不是亚森罗平，亚森罗平。亚森罗平真的很好看，跟福尔摩斯不一样。原著是侦探小燕走的方式，对对对，绅士怪盗。我叫白木雅去陪着，不行，我刚刚搜寻找不到，寻不到亚森罗平。亚森罗平，因为他的戏名叫做 Lupin， 所以我不知道，我每次一直忘记他前面的名字是什么。Lupin， 哇，他是法文的，因为我其实已经被你，我其实通常不太喜欢看那个法文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要看得很认真，就是要看字幕看得很认真。但我真的觉得很好看，超好看的，你们可以去看吗？很棒耶，很好看，真的很好看。但这名都不像，可是它不就是哦、好像是耶，好像没有那么有，毕竟原著是法哦。Taxi 一定要看，我知道计程车，我好像有看，又好像没有，我有看吗？看那团宝，等一下就看 Lupin。对 Lupin， 我唯一学会的就是他们每次讲的。谢谢团宝宝的214，爱你。哦，爱你哥。怎么了？哎呦，你要过来吗？你过来啊。嗨，怎么了？好了，我还是觉得他的叫声很可爱啦。而且毕竟是绅士怪盗侦探，台湾早期对于怪盗这个指向就比较……哦，是这样子哦。啊？怎么？怎么呢？你饿了？你无聊嘞？怎么？一个。嗯，你们看看，哎，不小心被你们，不小心自己拍到我在摸我的小腹部，哎，好害羞哦。干嘛呢？你想干嘛？推销这部侦探小说比较没有办法大张旗鼓，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Crazy Taxi， 应该。相对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握手没有小泼妇。那你快去看，你快去看，超好看的。有时间的话。真的还挺好的，它只出了五集而已。现在，一干，我已经五集都追完。我根本就是一个电视儿童。你们看我失焦了。有吗？好像没有。皮卡，皮卡。
我比电视儿童更电，为什么？怎么说？大概都是电视儿童吧，是吗？是科技，有些人还比较喜欢，就是你知道吗？用电脑或者是滑手机之类的，但是我特别喜欢看电视。手机、平板儿童，电视算我的保姆。三 C 对啊，三 C 儿童。那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出去的时候我也不会一直想要用手机或是干嘛的。但我就是自己宅在家里的时候很爱看剧啊，看电影。我觉得我没有到就是连出门都在滑手机。我们来截图吧，我觉得我这样好像挺好看的，可是好像要坐起来，而且我有点坐不起。一只猫咪在我腿上，我有点难行动。咦，这样可以？可以帮我跟 T 哥合照一张吗？咦。他根本被我虐待。等一下，我找一个好看的地方拍，这样好像有光又没有光的样子。他被我强迫拍照，我的头发怎么那么乱？不行，我觉得刘亚杰好短好丑耶。把我的脸都遮住。摆好了，摆好，等一下，好。一，这个的尾巴在摇。一二三，好了吗？会不会看起来很笨？看起来很笨是什么形容词？啊！那你们帮我跟 T 哥拍一张。干嘛呢？你不想拍照哦？你看镜头一下，但我跟他一样的表情。
猫咪才不是喵，是猫。在帮猫。你害我的枕头上都是啊！看你的指甲有点长，先生。怎么了？怎么了？啊，等等，那怎么了？我捡到你流血了吗？我看一下你有没有流血呢？你不要吓我呢。为什么猫猫的那个长那么快呀、啊？我小小力剪就好。天哥，你相信我一次。天哥，你相信我好吗？没事。你看不痛啊，不痛，没痛，没有痛。下面脚脚一样啊，我又没有弄痛你，你给我剪一下嘛。跟豆浆一样恶魔，不是不是那个吗？俊荣才是那个吗？好干。猫猫拳。猫又咬了，谢谢超级名模 Tiger。Tiger 过难呐、啊，我不剪你指甲、啊。俊朗，俊朗哎、欸，俊朗哎、欸，俊朗，俊朗好可爱。Tiger。不会，他回来了。我们来唱个歌好了。长指甲，你又不是猫猫。也许是可惜，也许无法相信，突然身边再也不是你，能给的都已经给你，能做的都用尽全力。也许遇见你是种幸运。哼，我要去追剧，还没十点呢、啊，你不是十点才要追，我十点关。爱过你的年岁，心里至少真的不后悔。也许会想了的落泪，得不到也许才珍贵，也许才等不就有人会。比我们匹配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我抱着别个他的时候，
是否我就能够对你笑着挥手，很久不见的朋友。我刚唱好就对你问候，还可以唱十首歌。第一个，我想给你看我的那个撞到的伤有多大，真的很大。失去你的人生，我像一棵树被拔了根。如果只能依赖自己，我只能逼自己更独立。一再打过了，总会天晴，不过时间而已。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我抱着别个他的时候，也许我就能够对你笑着挥手，也许会是缘分手是个出口。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你牵着别个他的时候，我们这个伤口不再难受，好久不见的朋友，祝福你们直到永久。只是怕可能以后爱别无法像爱你那么深，但爱到了尽头，哭有什么用？没有破音吧？很久很久以后，时间会把回忆慢慢偷走。此刻成熟的他，慢慢变得虚构。如果错换了一首，值得接受。很久很久很久以后，你我都各有所爱的时候，我们这个伤口再也不会。我回来了，欢迎回来。你忙完了吗？下班了吗？祝福再见，微笑点头。我要上一首歌。我触不到的距离，毫无保留，以为就能感动你，原来差距像天地。我喜欢你，也喜欢我的几率，误差会有几厘米。爱不是谁够努力就值得被珍惜，可我总学不会放弃。我是真的想一辈子赖在你身旁，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倘若是我拖累你翱翔，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我是真的想独占你不跟谁分享，可是我真的傻才害你黯淡了光芒。别担心我是我不够好，你要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爱你，
你怎么突然变成红勾勾了？空空，谢谢艾瑞克的掌声鼓励，跟团宝宝的掌声鼓励，跟玉宇的掌声鼓励。Hello Eyes， 还走音。真心祝福你能幸福，我是真的想一辈子赖在你身旁，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倘若是我拖累你翱翔，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我是真的想独占你不跟谁分享，可是我真的傻才害你黯淡了光芒，感谢是你美好了回忆，你要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我喜欢你也喜欢我的纪律，我喜欢你也喜欢我的纪律，不知会有纪律你真的想，还是小胖的歌声我的比较好听。那我们来上另外一个版本的，我记得原本那个徐佳莹唱比较大，比较大声，比较高。距离你，谢谢团宝宝的一见倾心。你的好，我的很好听吧？追逐眼前不断消失的背影。我要去旁边哭，怎么了，波波啦？啊，十点了，怎么这么快？大家见，拜拜。要乖乖追剧哦，不要太想我。好久没跟到果果唱歌，好听。为什么坏战士你一直改名字？我喜欢你也喜欢我的纪律，误差会有几厘米，爱不是谁够努力就值得被珍惜，可我总学不会放弃。我是真的想一辈子赖在你身旁，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倘若是我拖累你。下播，好的，刚有录了，谢谢大家。我也不知道电视剧。我是真的想独占你不跟谁分享，可是我真的傻才害你黯淡了光芒，别担心我是我不够好。好高，我唱不下去了。原本有买现场特别盘，结果被，不过倒是没想到两人同一间哦，所以你用了，所以特买现场特别哦，被买光了，真的假的呀？你确实很傻。谢谢胖胖的美国给我到家的，好的，要耳机讲。Hello， 朱里恩。是真的傻。哦哦，不，不是要关播，还没关呢。全力喜欢你，越是浓疼爱情，真心祝福你能幸福。我是真的想一辈子赖在你身旁，
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倘若是我拖累你翱翔，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我是真的想独占你，不跟谁分享。可是我真的想才害你暗淡了光芒。感谢是你美好的回忆，你要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特别输的吗？哦，没有，是随便乱播的，真好听的歌。对啊，大家要过去，他还是，其实他是想要拿就是追剧骗我，他其实是去施雅的台，跟果果一样呆。有人信果果说过，谢谢团宝宝二一是爱你，差点没被后面最后。最后的最现场有几张啊？去帮你检查一下。好，他如果在，他就死定了。骗我说要去看电视，结果跑去别台了。Hello， 猪猪，您刚刚去晃晃了吗？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果果的频道。为什么今天有红包？旧耳机奖。是手机奖。我喜欢你也喜欢。谢红包，不知道没，但是我去买的时候，谢果不是我的，是耳机奖的发的红包卡。是我这边卡吗？还是这边很卡？却大兄他们的确都什么意思？大家还看得到听得到我吗？确定要买这最后三张？他们可能不敢相信，就是你知道吗，有人要买果果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哎，不小心睡着了。哦，累了吧。每次一到点歌我就声音正常，画面停格。我想说唱一首歌给那个对呀、可是你不是有跟我合照到吗？鳄鱼。是不是一直在卡、他一直告诉我短暂卡顿呢、那我是不是不唱了？貌似有点卡，浪的问题，那我只好下播了。应该是浪的问题，因为他刚刚写说造成短暂卡。我是真的想现在真的很卡，断断续续。可是我想说等不卡一点点他念排名耶，怎么办呢？现在很卡吗？还很卡吗？最后一首休息，我先去装个水，可以等等我们，顺便让他看，等一下我回来的时候能不能好一点。
小布布。没，哎呦，下一次合照会穿不过那一件感觉。哎，那不然我下一次，还是我下一次合照会的时候再穿一个制服，水手服。水手服超可爱，那我再穿别的的制服怎么样？不是制服，水手服。请问我还很卡吗？房间是合适的、欸，什么合适？哦，对啊，我的房间水手服就是神。可是你们不会觉得别人穿过就没有意思了吗？如果你们不会觉得没意思的话，那我可以穿呢、啊。假如说下次有两部的话，我就穿制服怎么样？假如说下次合照会有两部的话，就穿制服，水手服一个。因为，对，等一下不能给你们看到外面，嫌乱。学不会放弃。谢谢耳机长的带我走。这样子抓老师。我学着的笑。绿旗了，要大家抱一步。对，不是，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想说，只有就是，谢谢耳机长的恶意是来靠全科坏耶。嗯，你可以来找我合照啊，下一次的时候，田中斗笠王。其实我只在你的脸而已，那还是我不穿了，有我的脸就好了。因为我其实有在看那个，还有大剑，他也是大户。你们坏蛋！我试着的想，我最近好想要买这个，但是我想要买一个，就是最近在 TikTok 上面看到的一个还不错的磨砂膏，然后好便宜，有才180而已。可是我去网站就是瞎擦。擦皮，找一妈他卖一个要，我好像在骂脏话，他卖一个要400块，我就有点在犹豫要不要买，又要买什么？半马去合照，怎么目标要集火？对呀、啊，是要靠大家的努力，干脆穿棉裤好了。刚刚发言有点危险，我吗？我说什么？那天我跟面交果果认出我耳机的人是谁我们可以寻找那个人是谁。擦皮，对，他卖个400块，然后呢我就去 Amazon 看，他有6块美金的，6块美金就是180，然后大概200多啊，然后可是他没有就是送来这里，就是他我们这个地区他没有送，他们就是给美国人买的吧。阿公牌潮睡裤，你们要穿我穿阿公牌睡裤去跟你们拍照。会忘记，因为我最近在找那个谁 JK 服。我就看到这个，可是这个好像，这是不是那个呀？零一跟某某有穿的，可是我也好觉得好可爱，也好想穿呢、欸。cos 阿公，偷阿公牌，也是没有问题。我试着的想。
一辈子依在你身旁，可是你的步伐，哎，他还有卖小领带哦，好可爱。爱到我已经追不上，不好意思，我花起来了，好适合。虽说不准要求穿马靴，那个热到爆炸，你们想穿什么你们就穿什么。不过我从现在就要开始那个，我从现在就要开始就是偷偷教大家知识，有第二步。而且我还会穿那个球球袜、泡泡袜。比较好的穿泡泡袜，突然就可以。室内有冷气，你可以，这不是我怂恿的哟。独角兽对我来说根本是，为什么七七的是独角兽装啊？我是只想，我在看，我已经在看制服了，怎么办？你是说握手会想开？对啊，想说开第二步的话，我就穿制服给大家看，因为我感觉我这次穿过，然后可是下次大家只看到我穿制服的 JK 的话，又有一点就是想要穿多一点衣服。啊，他也喜欢独角兽，下次目标好，下次目标我碰，然后我三步穿不一样的制服，然后两步是惊喜，怎么样？算惯例。我呢 ？Baby take my hand, yes I want this to be something straight out of the Hollywood movie. 看到那个粉丝他长怎么样，我可以，可是下次我不知道能不能参加哦，因为要忙。提哥，你买了小老鼠给他吗？啊，妈妈谢谢你，你在哪里看到的？你看他好开心啊，妈咪。哦，因为提哥把他上一个小老鼠用坏掉，就妈咪买了一个新的给他。啊，妈妈，没事，我只是跟你告状，不能跑过来。我不是最菜吗？我想说，应该可以第一步关得够快，就能再开一步。你们看。他都会丢雕给我，好吧，现在感觉不会。希望果果之后有两部，我也希望五部，我应该可以读一下，可以五部我应该可以读一下，什么意思？我看是你比较开心哎，因为 Tiger 很喜欢那个玩具啊，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为什么不是 Tiger 开？我 Tiger 也很开心，哎呦。你们听到一直在后面玩的那个声音吗？大剑，我说如果下一次握手会的话，有开第二部，我就再穿一次 JK 跟你们拍照。五单呐、啊，哦哦。我是国推小萌新，所以对呀，你好像是你算是小萌新，有握手就不一定有拍照。我说合照会，那如果开两部的话，一套萝莉一套 JK。 开
五部的话，我就是其中一套有萝莉。开两部的话，只有 JK。这样怎么样？萌新加一，你算是萌新吗？感觉你好久了耶。你的身高也很难萝莉，嗯。在哪里？哎呀，广告结束了。给你看我新养的狗狗 Tiger， 没有啊？行，哎呦，你看给我这个，太远了呢，你不想玩了？但为什么很喜欢坐在玩具下面呢？好的，就啊，宝宝，宝宝，你不要抢人家的玩具，他只有唯一的玩具，你可以不要抢吗？啊啊！他累了，他累了呀。他不是猫，没看过那么乖的猫。这老鼠，对啊 ，Tiger 真的，我同事的猫就傲娇 ，Tiger 有点被 Bruno 就是同化了，是这样子说吗？同化。我想要。我好像要广播了，怎么那么晚？嗯，我在看那个他们有什么好看的衣服，不是衣服 JK 可是好像都长低，你现在才发现很晚了。好了，看什么？我在看那个呀，啊，各位好公演，这礼拜天见到大家。等一下，我分心了，对不起。我在看 JK 服。哎，我有这个手提包，哎，是我送给姐姐的，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买的。日本日。怎么现在就开始在滑？是怎么一个回事？真的，我滑一下，对不起，我突然有一点想滑。好，我们念排名。你现在根本是想脱台。好了，我念。Tiger好开心，放下你的手指。我是国推萌新，不过一旦我就开始看 TP 了，但这是我的萌新，谢谢手机奖。Baby take my hand, I want this to be something. 谁要和谁好一点？我们来念排名吧，我们念排名喽。
今天的第十名是樱桃妈，谢谢樱桃妈。第九名是艾瑞克，谢谢艾瑞克。第八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七名是朱莉恩，谢谢朱莉恩。第六名是玉，谢谢玉。第五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四名是啾啾，谢谢啾啾。第三名是耳机奖，谢谢耳机奖。不对，第三名是耳机奖，谢谢耳机奖。第二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今天的第一名是团宝宝，谢谢团宝宝。嗯哼哼哼哼，嗯哼哼哼，嗯哼，好，那现在我可以继续滑了，因为我念完排名。不小心打下去了。第三念两字，你坏坏，你坏坏，你才坏坏。原来是假动作，对，这是个假动作。我还可以当小猫咪哦，果果爱哭，你有点爱哭，但是我还想，我就想滑一下，我就是想要滑一下虾叉，还是我戴个假发？那我秀一下我的猫猫技能给你们看。哇哦，你们是不是看到我的凌乱房间很乖吧？这个啊，找不到了，老鼠在哪里？你的老鼠呢？再回来呢？没丢出去，再给我一个，再给我一个，再给我一个啦！咻！在哪里？皮卡？他找不到了，你假装丢一下，好啊。那你拿皮卡。去。哎，怎么不见了？明天一早，好好好，嗯。这个也找不到，哎，这你拿笨吗？啊！伯伯，天兵。啊啊，那好那，不弄了，那个庞大的东西来了。大家晚安。波波，你很久没有跟大家说嗨了，哎，他们去追逐了，会抢吗？他们去抢，小四还在吗？不是，小四，你就小声晚安，谢谢小声的带你去流。啊，叫晚安，小珍在啊，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在了，那次不在。
拜拜，拜拜，有卡。